长江三峡最美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对面它那里有一个红色的房子，那里是神女庙。神女庙的右上方呢，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神女峰了，在探索步道上面看到的神女峰。现在是徒步下山。什么都听不到了。这头啊，你这是什么？大溶洞4公里嘉宾，在我们船只左侧的水面上，大家所见的这个溶洞就是燕子堑大溶洞。大门顶挂长边栖息的都是成千上万的卵嘴金丝燕，哇，大家所见到的全是燕窝。这个溶洞它的洞内呢有8公里深，哇。这里是中线，停中线，然后现在下船去看演出。好多游轮都在这里，然后现在去看演出。这里是瞿塘峡，就是那个20块钱还是50块钱纸币上那个地方。空气不太好啊，看不大清楚啊。你的表演是什么？
816。那个都原来干啥的？核发电，太震撼了。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一个北京的说普通话的一个小孩来到这边的原因。这里是816核工程，这里面真的是太震撼了。来，我们进入八楼内部啊，请大家进入八楼内部。哇，这里得有。对，外部。这是核反应堆。这个大厅高30米，从这最前面往上有30米高，它的面积868平米，在我们面。告诉大家，我们神龙乡还有这样的说法，就是说我们吃的是三大坨，喝的是罐罐茶，脑汉88，怀里抱个娃，还能下河把欠拿。其实生活在我们大山里面，虽然说胡杨庙，我以前也走出去过，我以前也做过那个长线团，也到其他地方去过，但是我这个人，我还是比较念家的，我觉得待在这个大山里面习惯了，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啊。这个很漂亮。你回家之后是不是得男的养家？对，是操持家务呗。那女的还得出来工作，你看胡耀斌不是也出来了吗？啊，待会看到那边也有非常多漂亮的周日石啊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掉头回去了，但是这个地方并不是我们神龙溪的尽头啊。告诉大家。今天是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今天是3月28号，上这个下边的游轮长江探索号，开始八天的长江三峡游。现在是3点多，一会儿4点上船。大剧院，这个比较奇特的建筑在这外面了，重庆大剧院，这个地方就是它新的这个叫做叫做渝北区，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的它的这个叫江北区啊，它原来的江北县在这个地方啊，现在是最繁华的位置，就这个位置。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o you your captain. 要不要拍夜景呢？李俊平，好，那我们就给掌声欢迎我们李船长到现场来。快要开船了，现在是晚上9点，重庆的夜景蛮漂亮的。好，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长江探索轮的船长林俊平先生呢，有长江上近40年的叫做草航河，因为今天蓄水之后啊，这大河和后面的小河全部连成了一片了，像一个巨大的这个湖面一样。右边的这个位置呢，就是大家看眼前的花店，这是徐塘峡的，徐塘峡10块钱纸币的那个。大家看看两边的山峡位置非常的高，然后呢，长江从中间流过，向穿过。小的不放心的，那都是不同历史时期，不是我和嘉宾嘉宾同一起的啊。但是我们大家今天看到的是原址，是原址在下面，一点点的。